有杂志的读者，大家好，我是 Kitty， 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我的机上保养。就我坐飞机通常会这样子，带一个化妆包，然后里面呢会有最常用到的，应该算是喷雾吧，因为在飞机上你可能如果有上妆的话，也不能擦太多保养，那就随时干就喷个喷雾。那没有上妆的话，我可能会随时补一点眼霜。或者是面霜，或者是精华，你看这些东西都小小的、啊，就是平常买东西如果有小赠品，就是留着坐飞机的时候最好用，或者是旅行的时候，那可能周年庆特惠、主场都会有这一种。我还会带一些就比较偏万用膏类型的，就这种都是嘴巴也可以擦，手指如果干也可以擦，脸上如果哪里干的话，可能就擦那个。还有这个就是到处可以擦，比较特别的是，比如说有时候坐飞机鼻孔很干，我会擦这一个。所以就这些万用型的膏，像通常这些彩妆类，就是下飞机前可能想要比较看起来亮丽一点，不要有坐飞机坐完看起来很累的那种感觉，就可以上一个唇膏跟补一点气垫，然后画个眉毛，这样子就可以看起来像个人的下飞机了。坐飞机容易口干舌燥，所以会带一点酸梅。好，以上就是我简单的机上保养。